Hello，大家好，我是斌主播。今天是周六，在西温的联合教堂有一个捐助品的一个售卖活动。那所有的售卖的收入呢，就捐献给教堂了。那么所有的东西呢，都是由西温附近的这些教徒们来捐助的家里的东西。我们看一下。这个海报，然后呢，这是教堂的字，看教堂哈，这个也已经油漆斑驳了哈，需要维修。走吧。Thank you, sir. Perfect. Can I take you with me? No. No, that's true. I hope you left some more. Which one is here? That's the star? No, that's the first slot. Are you on the sale? And they're like, can we have those stairs? Downstairs. Yes, but also we have an art sale in here, and we have a gift shop open today over here as well. Okay. Thank you.哦，这边都是画的，还有一些书。嗯，这把。这幅油画35。Oh, we had a breakage yes just earlier today, so be careful with that. Yeah, I had a breakage. 皮影。Want me to help you? Yeah, I can. Thank you. Oh, I see. It's not the same. 关中。皮影，这个是我估计是中国人捐助的一个关公的皮影，这看这个木框还是挺好的。这个卖多少钱呢？没有。这边都是卖书的，这个展厅。慢。哎。各种各样的书。他们都分好类了，你看这个是外语类的书，就有中文的书啊什么。这是科学类的书。这是做饭的。这是运动类的书，这个是养宠物的这些书。这边都是餐具啊，酒杯什么的。啊，这太贵了，怎么前两天卖那么便宜，现在卖15？这不米饭吗？啊，是。Thank you. 这桌呢，主要是工具类的一些东西，还挺多的，灯啊，什么这种下水管子呀，衣服架啊，这也不知道干嘛用的。
擦冰的。徒步站，这个厅就基本上是精品了，有些搁在玻璃柜里啊，而有些呢，去那屋旁边那屋儿子啊，还有一些首饰、手表。珠宝。Okay. I'll just put it all on there. Yeah.看看这个青花瓷的盘子，一个桥，桥上面有城堡，然后近景的是树，这是10块钱。我们看看后边的款，这是英格兰瓷，我不知道这个64是什么意思，是1964年出的，这是一对儿。后边还有一个，一对20。我们看这个，这一看就是日式的瓷器啊。然后这有叫飞鸟斋，然后呢，这是一个方形的盏，嗯，方形的盏。但是我也不知道它这个是餐具还是茶具。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个小杯子，这个一看就像是，我觉得这像酒具。这个陶瓷盘子很好看，它马车拉着是冰块还是石头，然后呢，冬季白雪皑皑的冬季。这个呢是这也是英格兰瓷，然后呢应该是英格兰出口到美国的，好看吧，20加币。我是东印度公司吧，孟买公司。1977年的一个盘子，45加币。1977年，嗯，不到50年。买了一套这个飞鸟窑的杯子。虽然说少了一个酒杯吧，但是还挺值的。出门了，嗨，走。Yes, no, just this one door is open. Oh, just one door.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Yeah. 今天阳光还挺晒，然后呢，在西温的这个教堂的这个特卖会现场逛了一大圈，买了一个飞鸟窑的。这个方形盏4个，然后呢还有3个小的酒杯，还挺好的，回去呢让大家好好欣赏一下。$10，看出门的时候他给贴了一个黄纸，因为门口有人要查一下。